我仅此要求唐俊富先生以及胡雪琴女士郑重在我和郑的面前表示各自的意愿。唐俊富先生，你是否愿意允许胡雪琴女士为你的妻子？我愿意。胡雪琴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唐俊富先生为你的丈夫？我愿意。你们仅此在郑的面前根据婚姻法令结为夫妻，你们已经充分了解，在你们有生之年不能取消这份婚约，除非获得法庭的批准。如果你们之中的任何一方在你的伴侣有生之年以及原有婚约就是有效时与另外人士结婚，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是在任何地点举行，你就是违反了法律。今天你们在天后宫进行婚姻注册缔结美满姻缘，愿佛陀加持你们幸福美满，永结同心。